朋友您好，我是老李。今儿咱做一个鸡丝凉面，不错。这是咱们鸡丝凉面要用的鸡腿，咱们把它红烧了以后啊，捞出来晾凉了，去骨切丝，一会儿咱们拌鸡丝凉面。好嘞，下面咱们和一下鸡丝凉面的料。这个芝麻酱一瓶，盐、糖啊是盐的三倍，一勺盐三勺糖，鸡粉，老抽，我们把它和开。他们下面来准备一下鸡丝凉面的配料，黄瓜切丝，这个咱们红烧这个鸡腿晾凉了之后给它去骨切丝，拌这个鸡丝凉面。这水开了，咱们把面放里，开始煮面。这面我们给它捞出来，拌上香油，放在通风的地方，让它自然冷却。好嘞，现在这个面凉了，咱们把它放到碗里，放上青瓜丝。还有咱们调好的芝麻酱，来点辣椒油，怎么样？这鸡丝凉面学会了吗？老几位